你好，你好。哦 ，H T T， 哦 ，OK， 好 ，H， 啊，好甜，好甜，那就 ，OK， 好。稳了我一下。啊，这个是个军车 ，OK OK。看看那个军车。他们这边可以持枪的，因为公民是合法持枪的，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拿着步枪的人。看看，提示我不要爬，不要爬。对面那几个围着这个黑色面纱的，应该是放羊的人。Hello Hello， 这边基本是个荒漠，没有任何植被，也没有水。所以这个羊群到底吃什么？这些羊就吃这个籽啊，好可怜啊，在哪里吃？而且吃得津津有味。我感觉他们也是有意的，把他们赶到这个垃圾堆里面，就是让羊群在这些垃圾堆里面找吃的。这实在真的不太健康了。哈比比，哈比比，给他清点油，因为他们这边的话。天气比较炎热嘛，蚊虫比较多，所以当地人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清凉油。这个羊好可爱。OK OK OK， no photo。他们不愿意上镜，他们不太喜欢我靠近他，可能因为我是一个男人，因为在他们当地的风俗呢，就是除了自己的老公啊，他们是不能够轻易的去让别的。异性看得到自己的真实的面容，所以他们往往会戴上一个黑色的面纱。但是我刚刚给他们这个清凉油，他还是接受了。就在一个荒漠里面，住着这样一个原始的部落，就睡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，怎么生活的？天哪！